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聚。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衷心祝愿大家生活美满、幸福安康，每一天都充满喜悦和快乐。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揭示一些令人激动和期待的预言，这些预言将对你的未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预言家们的预测不仅充满神秘感。 还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和指导，帮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好的规划和准备。特别要注意的是，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五个幸运的生肖将会迎来巨大的财富和好运。这一天，他们的命运之星将会闪耀，财运滚滚而来，人生之路将会焕发新的光彩。无论你是哪个生肖，这些信息都将为你带来希望和期待。 或许你也能从中获得灵感和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深入探讨2024年哪些生肖最具领导能力。这些生肖在新的一年里将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团队取得非凡的成就。他们的智慧和决断力将成为事业成功的关键。我们将为你揭示这些生肖的独特魅力和成功秘诀。此外， 二零二四年哪些生肖最有可能翻身，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之一。或许你正处于事业的低谷，或许你正在寻找突破的契机。不要担心，预言家们的预测将为你指明方向。那些潜力巨大的生肖将在新的一年里迎来转机，实现事业和财运的双丰收。无论你是什么生肖，无论你目前的处境如何。 相信你都会在今天的视频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这些预言不仅仅是对未来的展望，更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启示和鼓励。通过对预言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积极应对未来的挑战，迎接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期待六月十六日的到来，看看哪些生肖会有好运连连。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之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和有价值的内容。祝大家一切顺利，财运亨通。二零二四年，预言家们带来了许多重要而深远的预言，这些预言涵盖了全球经济、自然灾害和科技进步等多个方面。这些预言不仅关系到世界的整体局势，还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预言家们通过他们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新一年。我们会在今天的视频中详细介绍这些预言，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应对未来的变化。首先，在全球经济方面，预言家们预测，二零二四年将会经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新的经济机会。 同时，也可能伴随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预言家们的分析和建议将帮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抓住机遇，实现财务自由和增长。其次，在自然灾害方面，预言家们警告我们，2024年可能会发生一些极端天气现象和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预言家们建议我们做好应急准备，提高防灾意识，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保护我们的家园和家人。此外，科技进步也是2024年预言的一个重要部分。预言家们指出，新的一年里将会有重大的科技突破，这些突破将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生物技术的飞跃，这些科技进步将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预言家们建议我们积极拥抱科技变化，提升自身技能，以便在新科技时代中占据有利地位。在介绍这些广泛而重要的预言之后，我们还会特别关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这一天对于一些特定的生肖来说，将会是充满幸运和财运的一天。 哪些生肖会在这一天迎来特别的好运和财富呢？预言家们的预测将为我们揭示答案。这些幸运生肖将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迎来命运的转机，获得巨大的财富和好运。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看看预言家们的预测如何具体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些预言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和指导。 还激励我们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了解和分析这些预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制定更加明智和有效的计划，从而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与繁荣。无论你是对全球经济感兴趣，还是关注自然灾害的防范，或是对科技进步充满期待，这些预言都将为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启示，同时。 特别是那些在六月十六日有好运和财运的生肖，你们更是值得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希望这些预言能够为每一个观看视频的人带来启示和帮助，指引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佛教经典《心经》中有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意思是有些事情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因此，对于预言，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注重当下，行善积德，积极应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预言家们的预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望未来的窗口，但最终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哪五个生肖在二零二四年会有好运，财运挡不住。通过了解这些幸运生肖的运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的机会，实现人生的突破和进步。希望每一个观看视频的朋友。 都能从中获得启示，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下面是六月十六日的幸运生肖。属猴的人在六月十六日将会迎来一个特别的好运日。这一天对属猴的人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希望的日子。他们的运势将会达到巅峰。属猴的人一向以虔诚、智慧、温和著称，这些优良的品质使得他们在这一天特别受上天的眷顾。 首先，属猴的人在这一天的整体运势非常旺盛，尤其是在财运方面更是亨通无比。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有可能大幅度增加。正财方面，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出色表现而获得意外的奖励或加薪；而在偏财方面，投资理财的运势极佳，有可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甚至遇到一生难得的投资机会。因此， 预言家们特别建议属猴的人在这一天多多关注财务和事业方面的机会。此外，这一天属猴的人可能会遇到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比如在事业上可能会遇到重要的贵人，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提携，从而在职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或者有机会参与一些重要的项目，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进而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权利。 这种事业上的重大突破不仅会提升属猴人的社会地位，还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对于那些在商业领域打拼的属猴人来说，这一天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商业合作伙伴，或者在谈判中取得巨大的进展，从而达成重要的合作协议。这些合作将为你们的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增长点。因此， 属猴的人在这一天要特别留意商业机会，积极行动，抓住时机。属龙的人在六月十六日也将会迎来极为特别的好运。这一天对属龙的人来说，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充满了各种机遇和转机。他们智慧过人，善良温和，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他们在这一天的运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迎来了天德福德的庇佑，财运滚滚而来。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首先，属龙的人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洞察力著称，这些特质使得他们在六月十六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各种潜在的机会，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这一天，属龙的人不仅在财务方面有着极佳的运势，甚至在职业发展上也会有重大的突破。预言家们指出。 属龙的人在这一天应该特别关注财务和职业方面的机会，积极行动，不要错失良机。在财务方面，属龙的人将会迎来丰厚的财富回报，无论是投资还是理财，都会有出人意料的收益。比如，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或者在股票市场上获得意外的收益。预言家们建议属龙的人在这一天多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 进行一些明智的投资决策，从而获取丰厚的财务回报。在职业方面，属龙的人也会有显著的提升。六月十六日这一天，他们可能会在职场上迎来一些重要的机会，比如晋升、加薪或者接手重要的项目。这些机会将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突破。属龙的人应当抓住这些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工作效率，从而在职场上赢得更多的认可和尊重。希望属龙的朋友们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好运连连，财源滚滚，事业蒸蒸日上。属虎的人坚韧善良，他们在六月十六日的运势也将大幅提升。这一天对属虎的人来说将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他们会得到天喜和天台的庇佑，财运暴涨。 事业也会有显著的进展。属虎的人天生勇敢无畏，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意志。这些优良的品质使得他们在这一天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迎接各种机遇和挑战。首先，属虎的人在这一天的整体运势非常强劲，尤其是在财运方面将会有惊人的表现。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正财方面， 属虎的人可能会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而获得加薪或奖金，或者有机会接手一些重要的项目，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在偏财方面，属虎的人可能会在投资上获得意外的收益，特别是在股票、房地产或其他高收益投资领域，有可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预言家们建议属虎的人在这一天要特别留意财务机会，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希望属虎的朋友们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好运连连，财源滚滚，事业蒸蒸日上。属马的人具有强大的洞察力，他们总是能够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关键，发现隐藏的机会和潜在的风险。这样的能力使得他们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显得尤为突出。这一天，属马的人将迎来财运亨通、事业有成的美好时刻，得到了紫微星的庇佑。 他们的运势达到了顶峰。首先，在财运方面，属马的人将会有非常显著的提升。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他们都将获得丰厚的收益。正财方面，属马的人可能会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和领导能力而得到升职和加薪的机会，或者有可能接手一些重要的项目，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偏财方面，属马的人则有可能在投资上获得丰厚的回报。 预言家们建议属马的人在这一天特别留意财务方面的机会，积极进行投资和理财决策，因为这将是他们实现财务突破的绝佳时机。其次，在事业方面，属马的人也会有显著的成就和进展。预言家们指出，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属马的人可能会迎来一些重大的好消息，例如升职、加薪或者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他们的洞察力和领导能力将得到上司和同事的高度认可，从而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的一步。预言家建议属马的人在这一天多关注与工作相关的事项，积极争取每一个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因为这将是他们事业飞跃的重要时刻。除了财运和事业运之外，属马的人在这一天还会感受到紫微星带来的庇佑和幸运。紫微星作为吉星。 将为属马的人带来更多的好运和保护，使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能够更加从容和自信。同时，紫微星的庇佑也意味着属马的人在这一天的决策和行动将会更加顺利，事半功倍。希望属马的朋友们在这一天好运连连，财源滚滚，事业蒸蒸日上，生活幸福美满。属羊的人眼光敏锐，具备出色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迅速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路径。特别是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属羊的人将迎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他们的财源滚滚，事业腾飞，福星庇佑。这一天对属羊的人来说将是充满机遇和希望的一天。首先，属羊的人在财务方面将会有显著的提升，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 他们都将获得丰厚的回报。正财方面，属羊的人可能会因为工作表现优异而获得加薪或奖金，或者在业务上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带来可观的收入。在偏财方面，属羊的人也可能会在投资上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例如股票市场的上涨、房地产投资的增值，甚至可能会获得一些意外之财。预言家们建议属羊的人在这一天特别关注财务管理。 仔细分析市场动态，做出理智的投资决策，从而实现财务上的突破。在事业方面，属羊的人也将迎来重要的机遇和突破。预言家们指出，六月十六日这一天，属羊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属羊的人应当抓住这些机会，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和领导能力。 争取在职业发展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希望属羊的朋友们在这一天好运连连，财源滚滚，事业蒸蒸日上，生活幸福美满。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有领导能力的五大生肖。在2024年，有些生肖不仅会享有良好的财运，还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这些生肖的人凭借他们卓越的智慧、决断力和魅力。 将在事业上取得重大突破，带领他们的团队走向辉煌的成功。这些生肖的人将成为团队中的核心人物，激励和引导他们的同事和下属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梦想。以下是五个最有领导能力的生肖。首先是属龙的人，他们天生具备领导者的风范和魄力。属龙的人充满智慧和自信，他们善于制定战略规划。 并能够迅速做出关键决策。二零二四年，属龙的人将凭借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带领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卓越的成绩。他们的领导风格既严格又富有亲和力，使得团队成员愿意追随他们，共同实现目标。属龙的人在二零二四年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重大的突破，还会赢得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接下来是属牛的人，他们以稳重踏实、耐心细致著称。属牛的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善于分析问题，并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二零二四年，属牛的人将发挥他们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带领团队实现高效运作和卓越绩效。他们的领导风格稳健而可靠。 能够为团队提供坚实的支持和保障。属牛的人在二零二四年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成就，还会为团队营造一个和谐、高效的工作环境，赢得团队成员的高度赞赏和信赖。属虎的人也在最有领导能力的生肖之列，他们以勇敢果断、充满激情著称。属虎的人天生具有强大的领导魅力和感染力。 他们善于激发团队成员的潜力和斗志。二零二四年，属虎的人将凭借他们无畏的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态度，带领团队迎接各种挑战，开创新的局面。他们的领导风格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能够带给团队无穷的动力和激情。属虎的人在二零二四年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会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带领团队走向辉煌的未来。属蛇的人同样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他们以聪明睿智、深思熟虑著称。属蛇的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洞察力和决策力，他们善于发现机遇，并能够敏锐地抓住他们。二零二四年，属蛇的人将发挥他们卓越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带领团队实现快速发展和持续创新。 他们的领导风格理性而果断，能够为团队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强有力的支持。属蛇的人在二零二四年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重大突破，还会为团队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成为团队中备受尊敬的领导者。最后是属马的人，他们以开朗、热情、充满活力著称。属马的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他们善于带动团队成员积极投入工作，并能够快速实现目标。二零二四年，属马的人将凭借他们出色的协调和沟通能力，带领团队实现高效协作和卓越成果。他们的领导风格开放而包容，能够为团队创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属马的人在二零二四年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还会成为团队中的核心力量。 激励团队成员不断追求卓越和进步。总的来说，这五个生肖的人在二零二四年将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出色的财运。他们将带领团队迎接挑战，开创辉煌的未来。希望这些具有领导才能的生肖朋友们在二零二四年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才华，实现个人和团队的共同成功。接下来说说二零二四最有可能翻身的生肖。 在二零二四年，有些生肖将会迎来翻身的机会，他们的事业和财运将会显著提升。以下是五个最有可能翻身的生肖：一属虎的人踏实稳重，在二零二四年他们的事业运势将会大幅提升。属虎的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他们在事业上会取得显著的进步。预言家认为，属虎的人在二零二四年应当多加努力。 争取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机会。属虎的人天生具备勇敢和果断的特质，他们总是敢于面对挑战，勇于冒险，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二零二四年，他们的这些优秀品质将帮助他们抓住机遇，实现事业上的重大突破。此外，属虎的人在团队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善于激励和引导他人，带领团队共同实现目标。 因此，属虎的人在新的一年里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重要项目，争取更多的展示和提升自己的机会。二属狗的人野心勃勃，擅长抓住机会，在二零二四年他们的财运将会非常好。属狗的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战略眼光，他们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预言家认为，属狗的人在二零二四年应当多加努力。 抓住机会，实现事业的重大突破。属狗的人一向以忠诚和勤奋著称，他们在工作中总是兢兢业业、踏实肯干，赢得了同事和上司的高度信任和赞誉。二零二四年，属狗的人将有机会在事业上迈上新台阶，他们的战略眼光将帮助他们识别并把握住重要的商业机会，从而实现财务上的飞跃。预言家们建议属狗的人在新的一年里。 要特别关注行业动态，积极参与市场调研和分析，以便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三属鸡的人聪明，反应灵敏，擅长创造财富。在二零二四年，他们的财运将会非常好。属鸡的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他们在事业上会取得显著的成绩。预言家建议属鸡的人在二零二四年多加努力。 争取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机会。属鸡的人天生具备灵活和机智的特质，他们总是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环境，并在复杂的局面中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二零二四年，属鸡的人将迎来财运和事业的双丰收，他们的聪明才智将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预言家们建议属鸡的人在新的一年里要特别注重创新思维。 积极参与公司的创新项目和研发工作，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竞争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四属蛇的人社交能力强，懂得抓住商机，在二零二四年他们的财运将会非常好。属蛇的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他们在事业上会取得显著的成绩。预言家认为。 属蛇的人在二零二四年应当多加努力，抓住机会，实现事业的重大突破。属蛇的人总是善于洞察人心，他们的社交技巧和谈判能力使他们在职场和商业领域中游刃有余。二零二四年，属蛇的人将迎来事业和财运的双重提升，他们的社交网络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合作伙伴。 预言家们建议属蛇的人在新的一年里要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拓展自己的人脉圈，与行业内的精英建立联系，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无属猴的人工作生活兼顾，桃花运好，事业有前景。在二零二四年，他们的事业和财运将会显著提升。属猴的人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协调能力。 他们在事业上会取得显著的成绩。预言家建议属猴的人在2024年多加努力，争取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机会。属猴的人以灵活多变和机智聪明著称，他们总是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2024年，属猴的人将迎来事业和财运的高峰期，他们的灵活应变能力将帮助他们在职场上取得显著的成绩。 预言家们建议属猴的人在新的一年里要特别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通过合理的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以便在未来的挑战中表现得更加出色。总的来说，二零二四年对于这五个生肖来说将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一年。无论是属虎、属狗、属鸡、属蛇还是属猴， 他们都将在新的一年里迎来事业和财运的双重提升。希望每一个生肖的朋友都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希望这些预言能够为你带来启示和帮助。无论你是哪一个生肖，相信你都能从今天的视频中找到一些对未来的指引和鼓励。我们的预言。 不仅仅是对未来的展望，更是对每个人努力和希望的肯定。我们真诚的希望这些信息能为你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让你在事业、财运和生活中都能够步步高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你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不断努力制作更多精彩内容的动力源泉。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和有用的信息，不仅涵盖星座和生肖预言，还会涉及到更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理财技巧、职业发展建议、健康养生知识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内容，为你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智慧。